Hello，我们又见面啦，我们又见面了，哇，这样快又一个礼拜了哦，这样快我们又见面了。OK，给我一些时间准备一下哈，
俾多时我准备下先，OK？依家咧，我哋要睇下有边个入咗嚟先吓。OK，今日多谢大家最上面，谢谢大家呢，再捧场哈。顺便问候大家一下，顺便问候大家先。大家今日上咗厕所未啊？屙咗未啊？冲咗凉未啊？OK，睇下先吓。OK。有些朋友会觉得很奇怪的，为什么今天我会问这样无聊的问题哈？因为每次呢，我们在做这个讲解会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大家最普遍的问题的，就是问大家好吗？吃饱了没有？那么曾经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听的人就跟我讲说，点解你次次都问我哋食饱未？问我哋好唔好嘅？可唔可以试下换一个新嘅方式，例如多啲注重我哋嘅健康呢？所以今日我就问大家啦，你哋洗白白咗未啊？屙咗屎未啊？OK，希望大家唔好误会啊，我唔系八卦你哋今日有冇上厕所，因为我都系关心你嘅健康嘅啫。第一，问你上咗厕所未呢？系因为今日你食咗咁多嘢，有冇上到厕所开大啊？如果冇嘅话呢，可能入边已经塞咗噶啦，系啊，塞得好紧要噶啦，系时候通下佢噶啦。OK，咁问你有冇洗白白，有冇？冲凉呢，就系、是、因为我哋冲凉嗰阵呢，我哋毛孔会放大嘅，咁我哋嘅身体需要补充水分嘅，补充完咗之后呢，我哋会需要排出嗰啲负离子、负能量出去，所以冲完凉之后，你成身会哇松晒，哦，所以基本上呢，我唔系八卦你，我系问下你注重你嘅健康，你洗澡了没有？你上厕所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快点去，不过不现在，等一下才去，OK？听我讲完先，好吗？OK，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差不多20多位朋友，有一位呢，我好像没有见过他的哦，不懂是新朋友吗？叫做 Jenny 是吗？我应该是第一次认识 Jenny 哈、哦，谢谢 Kenny 哈、哦、，Kenny 也进来了，然后呢，开音素，OK，然后我们顺便谢谢每一位来过的，例如说啊，赖英啊，Maggie Young 啊，然后呢，Mandy Lee。阿妹哈，OK，阿妹，谢谢你哈，我们的讲师、美容师阿妹，还有另外一位阿妹，OK，有两个阿妹哈，哇，Eileen，每一次都捧场，谢谢你哈，多谢你次次都捧场先。咁，Energine、Tata Co 啊、Tiong Chu Ku 啊、玉云是吗？美颜你好，美颜，美颜你好啊。那么我要谢谢这位呢，这位是最早进场的，叫做啊 Queenie One，Queenie One，我记得我8:30就进来了。8:03咧，我就已经入咗嚟咗噶啦。点知咧，佢系第一个入嚟先噶喎。啊，俾一个掌声你先。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又要讲，我又俾唔到掌声你喎。我得两只手嘅啫，好冇？咁今日咧，我都希望唔好讲咁耐，因为我哋好迟咗，8:10至开始，因为等人齐啊。啊，仲有啲朋友未多谢嘅，啊，我哋话于翔啦，Connie Wong，Ansu，谢谢你。啊，Alice Liu 啦，我的同事 Elvin 啦，Fandy 哦，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这边。那么今天呢，稍微给我一些时间一下，我做一些调整一下哈。OK，那么今天呢，OK，差不多准备好了。哎，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下，因为我还不知道大家是住哪里的哦，顺便看大家的 message 一下哈。OK，啊，对，Jenny 是第一次，Jenny 谢谢你哈。忘记看大家的那个留言，哦，全部都做了，Energy 上厕所了，洗白白咗了，OK，好洗干净啲啦吓。哦，LN，谢谢你，LN，谢谢你，其实唔系好靓仔啊，襟睇嘅啫，唔算靓仔，OK，襟睇啊，襟睇。仲有冇边个答咗我问题啊？应该差唔多讲完咗噶啦。哦，向玉来是来自 JB，OK，Connie 来自 KL，OK 了，我记在脑里面了。哦，希望下次不会忘记。Elvin，我知道你住 BM 的，也不用回我。哦，Jenny 住 Pera，Glen，OK，Ebo，哎，这样我讲广东话没有问题哦。只不过 Glen 应该不听得懂广东话哦，应该听唔明广东话系咪？如果系啊 Glen 嘅话，特别我以后讲淡薄福建话啦，福建话淡薄冇问题啦吓。因为这边呢都是讲福建话多，所以呢福建话通常都是没有问题的。OK，那么在好了，这样我们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我们今天呢就正式的开始啦。OK，那么今天呢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这边会我尽量讲一些广东话啦，因为 Bella、KL 都是听广东话比较多的。哎，不用，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的父亲他们有两难听啊。哦，Alice 也是住怡保的啊。OK，还有谁是住怡保的？哦，Maggie 是住怡保的。OK，很开心认识你们。OK，叫我讲一点广东话，我们台了。今天呢，其实我们最主要呢是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的奶季宝。那么奶季宝呢，其实我相信还没有开始之前啊，应该很多人对这个产品都不会陌生，相信大家都好熟咗噶啦呢个产品。点解呢？第一，我哋叫护肝滋补。护肝滋补啊，他们叫做奶蓟。其实奶蓟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的，什么名字呢？它叫做水飞蓟啊。我哋广东话应该叫做奶鸡系咪？美颜我应该冇读错系咪？一说冇读错系咪？系个鸡字系咪？我哋读奶鸡，咁有啲叫做水飞蓟嘅。咁呢种植物呢，佢系源自于喺欧洲超过2000年咗噶啦，佢系属于一种天然嘅。草本植物，佢系专医治肝病嘅，它是专治疗肝病的一种保健的天然的草药。然后为什么在欧洲这样出名呢？通常呢，一个产品会这样出名呢，它是会流传的。这个呢，就流传到香港、亚洲、东南亚的到马来西亚。然后这个产品其实呢，很多地方都已经不是很陌生了。然后它是属于菊科植物。什么是菊科植物？有谁知道吗？有谁是菊科植物的吗？哦，LN 是在新山生活的，谢谢你，LN。OK，这什么是菊科植物吗？菊科植物呢，就好像，佢好似属于菊花嗰类嘅。我哋话向日葵同埋呢个，它属于向日葵啊，蒲公英啊，菊花那一种类型的花，它的花瓣呢是很多，然后中间呢有那个我讲花果。花蜜为什么花瓣多呢？因为在太阳，我哋话好晒嗰阵啊，同埋落雨嗰阵咧，佢会保护嗰啲花果。所以点解我哋话好多啲昆虫啊、蜜蜂啊会采花蜜？哦，因为入边嘅营养非常之丰富嘅，后来俾我哋人类咧提炼攞嚟做成草药，系医治肝病嘅。它是可以医治很多的那个肝病，而且在欧洲很出名，而且很多人呢都是开这个我们讲菜园专是种这一种的草药。然后奶蓟呢，在欧洲有很多种的哦，它有分为欧洲的很多的种类。第一个呢，我们叫做柴蓟有一种叫做洋蓟，佢又叫做彩蓟同埋洋蓟同埋呢个朝鲜蓟、朝鲜蓟都有。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种呢？因为那边的人呢，把这种草药呢当的是宝的，佢哋当系宝啊。第一佢可以攞嚟食嘅菜园嘛。菜园种一定可以攞去食嘅，咁点样食呢？咁有啲人呢就攞嚟蒸肉饼，咁有啲呢佢就攞嚟冲茶，咁有啲就攞嚟炒菜。咁我哋话有啲比较高级啲嘅，去西餐厅嘅，佢哋会食得比较豪华啲。咁有啲人呢就攞嚟做 salad 菜，咁有啲人呢就攞嚟烤肉，同埋奶球捞。咁样呢，洋人呢跟我们就比较不一样，洋人就比较会享受一点。享受什么呢？他们会很享受去吃这个东西，哦，他们会做西餐，西餐呢，他们会选比较好的肉的，佢会拣比较啲好嘅肉，例如上等嘅羊扒、鸡扒、牛扒、猪扒，但系煮唔同嘅，主要有好多种嘅，有啲就攞嚟烤啦，有啲攞嚟煎啦，煎呢，佢就会用好嘅上等油、好嘅橄榄油嚟煮，加多少蒜米喺上面，哇，跟住呢。攞上等嘅香喷喷嘅黑胡椒粉，加翻多少辣椒酱，然之后有我哋话配菜最紧系咩呢？要配红酒。嗯，冇错啦，食嗰阵，哇，好好味。点解呢？因为洋人佢哋好识叹啊。洋人呢，他是比较厉害享受的，享受什么呢？享受这个生活。哦，开音叔你好，你好，都讲咗啦，唔系靓仔，襟睇。OK，那么死啦，等于我讲咗边度咗。OK，洋人呢，鬼佬呢，佢哋就比较识叹嘅，叹咩呢？叹生活，佢哋会识得享受呢个生活。咁我哋唐人识唔识叹啊？我们华人会享受吗？我哋通常咧，唐人唔识叹嘅，我哋咩呢？我哋好笨拉做，做咩呢？做工咯，赚钱咯，日做夜做，做到有气冇定头。几时有得唞？
几时？几时？啊，有投啊，分棺材嗰阵有牌俾你投啊！诶，真的，我真的是没有讲错的，因为我们华人呢比较有上进心一点，然后我们不会去计较，我哋有进取啦，有上进心啦，我哋唔会计较啦。所以有时候我哋做工时间会长咗好多，咁有时候我哋做工做到呢，我哋根本冇时间去休息，咁冇时间休息呢，长期嚟讲呢，一个地方嘅器官会出现问题，就是、我哋嘅肝脏啦，我们的肝脏呢会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啊，Connie，真的吗？啊，这样，下次有机会就煮给你吃啦哈。虽然我不是会煮，OK，希望我就放下次放多一点照片给你看好吃的东西啦。那么呢，通常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去吃这个奶昔呢？第一个，奶昔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它可以增强我们的肝细胞，而且呢，阻止那个毒素呢进入我们的肝细胞里面，所以它可以帮我们排毒跟解毒，OK。然后最重要是什么呢？它里面有很好的抗氧化剂可以帮我们增强我们的抗体，佢可以增加你嘅肝嘅抗体，提高你嘅免疫能力。所以话咧，呢个保肝丸咧系非常之好嘅。咁问题喺度啦，边个需要食保肝丸？谁需要吃奶昔？有谁知道答案的可以回答我。如果你刚才前面你有看我们的那个 display 的 video，你应该知道谁比较需要吃奶昔的。奖中呢有分数的啊。最先答问题的，在我这边出现的，OK，这个是谁呢？Connie Wong 对了，OK，对了。除了喝酒呢，还有什么？啊，OK，全部都答对哈、啊。哎，你们答对的人记得呢，最好是有交报告给我，有交报告给我，分数会更高一点的。但是你们讲的对了啊，对了，OK，可以，非常好，收到了。为什么我会等答案呢？我要等到那个答案是现在我要讲的。对我们讲抽烟的人呢，比较需要。哦，如果你身边有人抽烟，但是你没有抽烟啊，听清楚啊！如果你系冇烧烟，但系你嘅身边有好多人烧烟嘅，你就一定要食呢个奶剂，因为分分钟你嘅肝呢仲惨过佢哋嘅肝，分分钟你的肝呢比他们更糟糕的。为什么呢？因为二手烟比一手烟还要毒。我们过来看一下烟里面到底有什么成分，有这个一氧化碳，OK。一氧化碳，如果你吸多的话呢，第一，它会防止那个氧气进入我们的肺，所以抽烟的人第一肺不好，第二个呢，除了氧气不能进肺之外，进哪里呢？进我们的心脏。哦，所以我们建议呢，有运动的人也不要抽太多，因为运动的人你抽太多的话呢，它会降低你的运动能力。为什么降低呢？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讲到。第三呢，抽烟多呢，你会加速衰老。系啊，我冇讲错噶。你食烟多嘅话呢，我哋话样好容易残啊。福建话呢，我能讲冷战一秋老。系啊，我冇呃你噶，尤其是女人，你千祈唔好笑烟，因为女人食烟嘅话呢，你嘅样呢仲会残过啲男人，真系嘅。所以我哋话，如果你想样靓啲、后生啲、啲面滑啲、光啲，唔想你嘅花容面貌冇咗一半嘅话呢，快啲戒烟，唔好笑烟。OK，那么第二种呢，烟里面有什么呢？就是有这个焦油，焦油呢，它是一种致癌物来的。如果你长期抽烟的话呢，焦油如果在我们的喉咙里面呢，你喉咙会痒，OK，然后呢，你喉咙会发炎，接下来呢，你会有痰 你会咳嗽，OK，痰会很多，严重的话呢，会延至到我们讲肝癌或者是肺癌。不过抽烟最可怕的呢，还是里面的什么呢？有这个尼古丁，有谁可以告诉我吗？啊，凯因，谢谢你啊，唔该晒你，我知噶啦，我未出世就已经知道咗噶啦，唔该晒你吓。OK，那么呢，现在我有讲到边度咗？OK，尼古丁呢，有谁知道尼古丁是什么东西吗？有谁可以告诉我的？应该抽烟的人都知道的。我忘记到今天进来的全部都是女孩子哦，女孩子应该都不会抽烟哦。OK，尼古丁呢，它是我们讲烟草里面的一种化学的物质。如果你长期抽呢，它会对哪里有问题？它会对我们的脑有问题。OK，脑有问题，它会弄到你呢，通常你会很累，你精神不济，然后呢，有时候严重的会神志不清。有一些人呢，他抽烟多，他记性会越来越差，它会减低你的工作能力。严重的话呢，它会影响你的大脑。抽烟多，你会上
瘾。好，更严重的话呢，你没有抽烟，你会感觉到不舒服。所以你话叫人戒烟、戒烟、戒烟，讲嗰阵呢，其实好易嘅，做嗰阵呢，好难嘅。点解呢？因为食好多尼古丁多呢，佢影响到我哋嘅脑电波，对大脑，之后佢伤害到我哋大脑。OK，所以一般上你会见到嘅，我哋食烟嗰阵呢，我哋话你食烟、食烟、食烟，烟入边咩就有呢个碳，碳烧咗就会变一氧化碳。所以你见到话全世界呢，中国系最品咪硝烟嘅，亦都系中肝癌呢，同埋呢个。肺癌咧死最多人嘅，所以我哋话烧烟嗰阵咧，尽量少啲烧。啊，头先我有讲到话，我讲漏咗一样嘢，一氧化碳咧，佢会影响到你嘅心同埋你嘅肝。第二，佢会影响到乜嘢咧？我哋有统计过嘅，睇统计报告话，通常有烧烟嘅人咧，比冇烧烟嘅人患上心脏病风险高3倍。如果你有抽烟的话呢，你会比那些没有抽烟的人患上心脏病风险高3倍，啊，这个是真人真事的。而且呢，有血压高、有胆固醇高、有血糖高的，如果你抽烟多呢，你比较容易什么呢？那个我们讲冠状动脉硬化，就是呢通往心脏的血管呢很容易的阻塞。OK，catch 到了啊。然后刚才我跟大家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讲说抽烟多会降低你的运动能力呢？第一个，听清楚哈，当你抽烟多，那个烟，香烟呢，会刺激到我们的气管，然后呢，影响到我们的肺，然后呢，没有长期抽没有事的，但是长期常年也有的话呢，慢慢会变成慢性的气管炎，肺气汇肿，开始叫做肺气肿，严重呢，我们讲肺就会肿，肿你会讲，你就会。你就会这样的，就我们讲的叫气足，就是你会气喘。那么再严重下去呢，我们这个肝脏跟肺部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防护系统呢，它会严重的受损，慢慢最终肝炎或者是肺炎。所以我们建议一下，我想问大家一个很私人的问题，请问一下这边有谁抽烟的？有谁抽烟的吗？通常抽烟那些人应该自己都不会讲自己抽烟的哦。通常做贼都系嗌捉贼，唔会话自己系贼。OK，抽烟的应该不会讲了。那么在这边呢，我建议啦，如果有抽烟，你要注意两样东西。抽烟呢，你除了会中肝癌跟肺癌之外呢，你可能会患上这个口腔癌，会患上这个喉咙癌。所以我们讲烟呢，尽量就少一点抽会比较好。OK，那么这边我们讲除了抽烟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导致到肝有问题？除了抽烟，我们讲尽量不要抽烟，不要，不要抽烟，不要。对了，就是喝酒。为什么呢？因为喝酒呢会伤害到我们的肝脏，而且呢它还伤害另外一个地方的，什么地方呢？除了伤害肝脏之外，伤害我们的胰脏。因为酒精呢，它会破坏我们的这个胰脏的细胞，导致到我们中胰腺炎。胰腺炎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胰岛素分泌，所以通常我们建议呢，很多人如果真的平常他是没有喝酒的，不过喝酒过后呢，他开始会中那个我们讲糖尿病，为什么呢？因为酒精呢也是会伤到我们的，伤到哪里呢？伤到我们的胃。其实酒呢系好伤胃嘅，第一我哋话伤到胃，佢点样伤呢？佢令到你个胃呢分泌唔到呢个胃液。胃液呢，就是我们叫做消化酶，它最主要是消化全部我们食物的一种酶啊。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很多喝酒的人啊，好多人饮酒，好扮啊饮酒嘅，但系饮酒呢，佢唔使食饭嘅，好似饮酒就饱咗嘅。点解呢？其实佢哋有饮酒有食嘢，不过呢，佢哋一路觉得好饱好胀个肚，因为佢哋嘅酒精呢开始麻醉我哋嘅胃咗，因为佢。排唔出呢个胃液嘛，所以你食嘅嘢全部喺晒肚度，你自己唔会觉得饿咯，肚一路胀咗嘛。所以我哋都建议咩呢？有啲人呢，佢本身呢，佢都冇糖尿病嘅，但系有啲人饮咗酒之后，伤到胃呢，佢慢慢都患上咗呢个糖尿病咗。为什么呢？因为你胰脏有问题，你的胃有问题，间接的患上这个糖尿病。而且最可怕是什么呢？我们讲肝硬化。有谁知道肝硬化发作的时候会有什么征兆的吗？肝硬化通常会有咩症状？有冇边个朋友知噶？如果知嘅话咧，俾个答案我好冇？有谁知道答案吗？肝硬化会有什么征兆？
有没有身边朋友还是真的自己不幸患上肝硬化的？肝硬化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嗰啲肝开始纤维化，肝呢你开始纤维化，就是开始肝会变硬去了。然后通常肝硬化呢，它是属于不算哦，这个脚肿跟黄疸病，眼睛变黄，这个后面我也讲到，但是它不是肝硬化的最严重的征兆。肝硬化呢，它可能我们所谓的叫做酒精性肝硬化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酒精性中毒。然后呢，有一些人他严重呢，就是这些不是腹水、眼黄，不是啊，他会大便会出血。肝硬化真正严重，你大便出血，然后呢，你会吐血，你会呕血啦。点解你会呕血呢？因为我哋嗰啲食道啊，我们食道的静脉有瘤，然后瘤破嘛，破嘛有血咯，所以你呕血，你吃东西嘴巴有血，你自己呢都不知道的。然后这边呢就有世界卫生组织跟国际，系呀，世界卫生组织同埋呢个国际癌症研究中心。都将酒精饮品呢列为排第一嘅致癌物。OK，我们停一下哈，凯茵，你好像开到你的声音了，我还以为凯茵有话要跟我讲哦。凯茵，你系咪有说话同我讲啊？我仲以为你开麦想同我讲嘢添。OK，哎，凯茵就开麦了，凯茵你要跟我讲吗？哦，应该是有问题噻，有乜嘢你先得啊？打俾我啦，因为你时间好赶啊。哎呀，现在又唔知讲到边度咗。OK，那么酒精呢是列为排第一的致癌物来的，然后它跟那个咸鱼都一样，所以通常呢，阿爷会讲嘅，咸鱼冇食多，咸鱼食多会生 cancer。哎，真的哈，酒精也是排第一类啊，会吃多喝多你会患上这个 cancer 的。然后我想问你啦，通常酒不是我们男人喝不了。女人也是会喝酒，但是女人跟男人喝酒呢，出来的结果中 cancer 不一样。男人同女人饮酒呢，中癌症出嚟嘅结果都唔同。女人饮酒多，你除咗中肝癌咗之后呢，你仲会中咩呢？中呢个乳癌，同埋中呢个直肠癌。听清楚啊，女人饮会中肝癌，会中呢个乳。请问，肝脏有问题的话，肝脏那个病情肝炎，对那个叶绿素对它有帮助吗？可以不可以吃了？没有回答我，叶绿素对肝脏有帮助吗？Jim，你能开回你的声音一下吗？Jim，你开回你的声音。OK，听到吗？听到吗？Hello，可以听对到对了对，，Jim，听到了，可以可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既然到了，来我们先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先好吗？叶绿素呢？对肝脏有问题的，因为里面呢，它有这个很丰富的 alpha-fa 里面呢，它除了有胡萝卜素、叶绿素之外呢，最主要它是对肝脏有效。第一，它也是针对排毒的。
你有听到吗？有哈。OK， 有吗？然后有有有，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吃比较好的话呢，我建议啦，肝脏有问题你吃蓝藻，蓝藻它里面有更多的叶绿素，我建议吃蓝藻，然后这个奶剂你可以考虑，可以考虑的。我再问一下嘛，然后呢如果叶绿素再问一下，如果叶绿素的话哈，最近肝炎爆发的时候哈，可以继续喝吗？什么爆发的时候？哎呀，那个最近肝炎啊。你说 B 型肝炎啊？啊，对对对，好像这一好像就是 B 型肝炎它爆发了啊，就是医生讲没有药医了啊。通常我们建议呢，保健品呢都不是等到真的很严重才吃的哦。啊，对，它应该的话那个肚子大大那种啊。可以可以，我在后面也是会讲到的，会讲到的，放心，慢慢来慢慢来。Okay, 放心啊，等我后面也是会讲到啊。OK，OK，okay, okay. Okay, 那么呢， okay, okay. 我们首先谢谢你先哈、啊，应该是开音是吗？刚才我忘记是谁了哦。OK， 那么我们真正的，如果你真的有问题呢，你可以叫我讲这半声，你可以进来的，没问题的。OK， 那么这边呢，我就先解答问题先。其实叶绿素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喝，对肝脏好吗？我有建议过顾客朋友呢，其实叶绿素跟奶剂是一起吃的，因为有一些人讲说，哎，我吃奶剂呢，我很热的哦。点样食奶鸡我会热嘅，因为通常一般嘅人咧，如果肝有问题嘅话咧，佢食奶鸡佢会热嘅，因为我哋话佢肝有问题，佢唔受补啊，唔受补咧，你食补嘅你会发热气嘅，因为你肝嘅毒素好多未清嘛，啊，好似你挞住你架车，你架车咁啱挞住嗰阵都系热嘅，点解咧？因为开头嘅时候咧，佢需要时间慢慢帮你调理我哋嘅肝脏啊，证明我哋肝真系有问题咗咯，但系你需要时间，可能一日、三日到五日嘅啫。调理好咗之后就冇呢个问题咗嘅，好冇？嚟我哋依家咧继续讲翻啊，头先我问咗大家咗噶啦，男人同女人咧饮酒出嚟中癌症嘅结果唔同嘅，女人系会中肝癌、乳癌同埋直肠癌嘅，但系男人咧就冇乳癌嘅，有乳头嘅啫。咁男人会中咩癌咧？除咗肝癌咗之外，仲中咩癌？有冇人知道？饮酒唔系净系中肝癌，仲有乜嘢癌会中啊？边一种啊？边一种？冇晒声咗。我俾最后五秒钟嘅时间，答啱我俾三分。除咗肝癌、乙状癌错，仲有冇？你拣啊，你答都得噶。乙状癌冇，饮酒男人有啲最主要嘅肝最主要嘅癌症啊。嗱，嚟各位，今日咧。lung cancer 肺癌冇喉咙癌前列腺癌嗱、各位听清楚吓嗱、女人会中乳癌会中肝癌同埋中呢个直肠癌男人会中咩咧就系、是、都系中翻肝癌唔好意思吓、其实咧我同大家开个玩笑嘅啫其实男人咧你饮酒多咧其实都仲系肝癌嘅啫最主要都系肝癌所以你见到女人咧饮酒咧。佢饮酒嘅风险咧，会比男人高好多。点解我会问翻你系咪肝癌，仲有其他癌咧？系有啲搞坏气氛嘅啫，即系大家千祈唔好闹我。嚟各位，男人喝酒呢，其实只是肝癌不了的。女性呢是乳癌，我们直肠癌跟这个肝脏的 cancer， 你要注意哈。然后这边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呢？其实肝脏有问题的时候呢，它不只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然后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问了，哎，我肝有问题，我肚子会肿的哦。其实是真的，如果肝有问题呢，一般上严重肝癌呢，你的肚是会胀的，你肚呢，你的肚子呢会开始会浮肿。为什么会浮肿呢？因为你的肝脏呢，它已经没有办法制造这个蛋白质了，所以你的肚子呢，除了腹水，它会水肿之外呢，它会慢慢的一天的比一天的大。然后加上你肝脏它已经没有办法排毒了的，所以为什么没有排毒呢？里面呢，它的肝细胞也是开始那个 cancer 癌细胞开始它开始病变了。我哋话癌细胞会开始病变咯。如果当你嘅肝唔可以排毒，唔可以制造嗰啲蛋白质嘅话咧，肝癌随时会扩散啊。咁有啲严重咧，你就要将你中癌嗰啲有生瘤地方你要割咯，你要切咗佢咯。所以点解你话肝咧系我哋全身嘅嗰啲
排毒冬虫呢？为什么肝脏是我们身体里面最大的代谢器官，它是排毒工厂呢？因为它没有神经线啊，你听清楚啊，肝是没有神经线的，所以肝有问题的时候你会痛吗？肝有问题你会不会痛？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去看医生，跟医生说，医生今天我的肝好痛啊，左边痛少少，跟着呢又赤住拿住拿住咁痛，有冇？冇嘅。你会听到人同佢讲呢，我会胃痛胃痛，但係你唔会听到人同佢讲咩呢，我肝好痛嘅。因为肝呢係冇神经线嘅。当你感觉到痛嗰陣呢，可能係第三期第四期咗啦。OK， 那么以下这个呢就是真人真事的。我以前呢有一个旧的同事。旧的同事啊，他的妈妈呢就有这个问题的，就是呢一直喊肚子痛。通常女性讲肚子痛都讲什么呢？啊，在胃的地方啦，这个是胃痛来的，看中医看西医吃药啦，吃药没有痛了过后呢就没有事了咯。结果慢慢呢肚子一天比一天的大，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好靠近我们农历新年，前后两个月罢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都讲肚子痛的，痛到最后肚子变大力，他的儿子讲什么呢？不能了，我们要赶快去医院了。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哪里知道开刀过呢就要像照片里面这样咯，他里面的那个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所以通常我们讲什么呢，肝呢它是没有任何性呢给你知道的。所以当你开始你觉得你平常的肚子平常的胃啊，你的肚子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最好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会比较的好。 OK， 那么这边有些朋友就该在旁边都回答很多问题了，讲说眼黄啊，然后呢肚子会肿啊，其实刚才他们讲的很对哦，这些答对的朋友呢我会注意你名字，你有写报告给我的分数就比较高一点，好吗？ OK， 那么这边呢我要跟大家讲，其实肝有问题呢你不会痛，但是你会有其他的 signal。 什么 signal 呢？有一些人呢他的眼睛就会很黄，有啲呢眼就好黄，佢嘅鼻佢嘅嘴佢块面，有啲人呢好似生咗黄疸病啊，你有冇见过黄疸病？成身变黄咗嘅，黑眼圈就好黑，黑眼圈开始变深，咁你嘅人就好容易见攰，食饱咗之后呢就好鍾意瞓觉，你吃饱了过后呢你很爱睡觉。然后有一些人呢奇怪喎，他嘴巴很干的，然后干了过后呢一直想喝很多的水哦，然后呢口呢很苦，想喝甜的东西，然后嘴巴呢就很臭很臭很臭啊。那么刚才我们有讲到的啊，有一些人呢他经常会发热气啊，是啊，你肝有问题呢你经常会发热气，尤其是当你食补嗰阵，你食榴莲啦，你食人参啦，你食花粉啦，你吃保健食品补充营养食品，你会开始热，因为你肝不受补啊，所以肝有问题呢通常都会告诉你的。然后有一些人呢他身体很厉害流汗的，身体一味流汗，流汗好臭，成身臭，有些人放屁好难闻，仲鬼死臭啊，所以这些通通呢都是肝的问题来的。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呢就顺便跟大家讲一声了，你们知道肝炎跟脂肪肝到底是怎样来的吗？肝炎跟脂肪肝到底是怎样来的？其实我不用问了，刚才在那边呢也是有朋友回答了的，好像有个朋友回答熬夜罢了。你记得喝酒呢会引发这个肝发炎，熬夜肝脏没有休息到，你长期熬夜，你没有睡觉睡不够，你肝没有休息到，肝脏会开始发炎，真是的。咁有些人呢他长期吃西药，肝脏都会开始发盐，是啦，咁我哋经常讲嘛，除咗飲酒同埋呢个捱夜同埋食药会中肝炎嘛，我哋经常肝炎肝炎，咁你知唔知脂肪肝又点样嚟㗎？有谁知道脂肪肝是怎样嚟的吗？脂肪肝有谁知道脂肪肝怎样嚟的？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脂肪肝怎样嚟？脂肪肝点样嚟？使唔使我唱首歌俾你听？你唔好误会下，我今日冇神经病，我好正常。OK， 唔系啊，因为平时咁样嘅，我讲堂嗰阵咧就好正经。我老婆经常同我讲：阿Jim，阿Jim，点解讲堂咁闷噶？讲堂好似天气报告、新闻报道员，试下开心下，笑下，唱首歌。OK， 有冇啊？
然后这边呢，OK，我这边跟大家讲啊，脂肪肝这样子来呢，你注意哈，我们讲脂肪肝、脂肪肝、脂肪、脂肪肝的前面两个字是什么字？是脂肪。脂肪呢，就是说一般我们所吃油的东西跟肉的东西，高脂肪叫做三甘酸油脂，在我们的肝细胞里面。然后为什么叫脂肪肝呢？你想看一下，肝在我们的什么地方？肝在什么地方？肝喺咩地方呢？哇，我脚好酸啊，要企高少少俾睇清楚。肝喺咩地方呢？边度？系咪呢度啊？啊，呢度唔系，呢度乳头嚟啊！你千祈唔好搞错啊。OK，肝呢通常喺呢个地方嘅。我哋话胃喺呢度，通常人同你讲咩呢？我胃痛，胃痛，胃喺呢个地方。咁肝呢就喺我哋胃嘅隔篱嘅啫。OK，所以我哋话有啲人讲我经常会胃痛，胃痛。当你肝痛，你知啦，喺旁边少少嘅，所以点解我哋话脂肪肝呢？你会见到嘅好多肥嘅人，好扮拉食肉嘅人，好少做运动嘅人啊，会患上脂肪肝。为什么我们讲说肥的人少做运动的人你会中脂肪肝呢？因为肝跟胃在什么地方？在我们，对了，我们全身里面最多脂肪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头篮嘛，在我们的肚子啦。啊，所以你减肥的时候，什么地方最难减？什么地方？你减肥边度最难减？咪肚腩咯。所以我哋肝喺肚腩嘅地方危唔危险？其实非常之危险嘅。你有冇听过油包肝？油包肝、油包胃有冇？真的，因为那边是最多油的，所以你真的要预防中脂肪肝。其实我们建议尽量的多做运动，多喝水，多睡觉，预防中脂肪肝比较保险。那么这个奶剂呢，它可以帮助减低我们药物里面的这个毒素的副作用，而且它会减少这个酒精的化学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建议喝酒的人，你长期吃药的人，吃这个奶剂非常的好。然后呢，它对一个东西很好的，就是这个化学食品也是很好。OK，各位。大家要醒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呢，这张照片应该是最后的第五张照片了。哇，现在差不多要9点半了，我要讲快一点啊。OK，那么在这边我考大家一下，这张照片里面大家看到什么？喺呢张相入边你见到啲乜嘢？嗱，通常你见到呢都系唔好嘅嘢嚟嘅，你试下拣一样好嘅、健康啲嘅，你话俾我知边样比较健康啲？哪一样会比较健康的？哪一样？我哋嚟拣。拣啊，拣一样最好嘅，你过嚟拣下，有冇？嗱，如果冇人拣，就我自己拣噶啦，有冇啊？我们选呢样比较健康嘅东西。通常我们知道这边东西呢，全部都是属于什么呢？调味料、人工添加剂、加工食品，有没有糖精、人造色素？有没有？啊，如果让你选一样比较健康，你会选什么呢？OK，那么我不等大家答案了啊。诶，有啊，对不起，我没有看到哦。死咯，唔好意思，我一路系睇上面，冇睇下边啲，唔好意思啊，唔系睇嗰度下边，睇呢度嘅上边啊，唔好意思啊，系啦，我哋睇下边个答咗我问题先。如果头先我问你问题，你有应我噶，唔系我自己讲自己爽噶，唔好意思，唔好意思。面包、面包、朱古力，仲有咧，食煎炸嘢，我嚟睇住下边噶。OK，嚟，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答我同大家唔同啦，我会拣薯片，我会选薯片。因为薯片呢，它属于薯类来的。薯呢，不是老鼠的鼠，是马铃薯的薯。马铃薯好吗？番薯好吗？紫薯好吗？地薯好吗？那我跟你讲呢，可能你不有印象的。马铃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吃 KFC？KFC KFC 有没有 mash potato？马铃薯里面很多很好的营养的。那番薯，你几时吃番薯呢？你几时会食番薯呢？啊，我哋要食番薯糖水啦，系咪？咁你几时会食？紫薯啊，你有吃紫薯西米露吗？有冇啊？紫薯西米露咧？那你有吃红薯吗？紫薯是紫色的，红薯是红色的。那红薯是什么呢？最近很兴的，开店的地瓜球啊，有没有吃地瓜球？地瓜球呢，其实是一种红薯来的。那我跟你讲这些食物呢，你也觉得应该很健康啊。但是如果你想看一下，你吃薯条，薯条没有放盐好吃吗？薯条冇落盐好唔好食？唔好食，因为我哋惯咗食重口味嘅嘢嘛。咁你食西米露，紫入广东话我应该 OK 啦。紫薯西米露系咪？西米露入边有咩呢？佢煮嗰阵佢会落好多嘅白糖啦、
同埋嗰啲糖精啦。咁我哋话嗰啲地瓜球你系攞嚟炸噶嘛，炸你会落油噶嘛。地瓜头唔系原味咗喎，地瓜球头不是原味的，它还有牛奶味，还有 cheese 味，里面加什么呢？加了很多的糖。好、哦，然后这个是你看到的，我们没有看到的。通常我们吃的面，我们吃的米粉，我们吃的果条，什么颜色的？你食粿条，你食面，你食米粉，嗰啲米粉、粿条面系咩色噶？系乜嘢色嘅？咩色？系咩色？通常你问人哋咧，人哋会同你讲系白色嘅。咁到底粿条面、米粉系咪白色嘅咧？唔系啊！如果你真系去过粿条厂，你去过嗰啲米粉厂同埋面厂咧？你见到呢以后你唔敢食嘅。係啦 ,Connie Wong 讲啱咗啦。我哋俾 Connie Wong 个掌声先。唔好意思，因为我想揿掣，我揿唔到太远咗。OK, 因为真正呢嗰啲贵雕面米粉呢係黄色米黄色嘅。嗰啲係加咗呢个漂白上去咗嘅。啊等下先。头先嗰阵咧，有人开歌喎、哦，边个开歌啊？系咪想跳 disco 啊？OK， 是不是有人要跟我讲话呢？有没有人跟我讲话？该有人开麦哦。放心，我差不多讲完了的。来，听我讲啊。我们讲米粉果条，其实不是白色的，是漂白上去的。我们讲面包，面包，面包是有跟面一样的，都是属于改良食品，它是属于有很多防腐剂，不然呢，它不能大汗江冬天。凯音，你有话跟我讲是吗？凯音的 account 有问题了 ，OK， 我们尽快结束先。哎，死啦，我又讲到边度咗？我唔记得再讲到边度咗。OK， OK， 我哋讲面同埋呢个粿条、面包同埋蛋糕入面有加咗呢个苏打粉，佢冇加苏打粉咧，佢唔会胀啊！你明白我意思嘛？包括呢度你所见到嘅嗰啲朱古力糖。嗰啲 call 啦，入面有咩人造色素，所以好多細佬哥佢哋食糖仔吓，食咗成面啊、嘴啊，全部都系咩咧？人造色素。咁呢度有一样嘢咧，我相信大家都有食过嘅，有冇边个朋友食过嘅？请举手。诶、唔好意思，你举手我睇唔到啊。有冇边个朋友食过噶？呢、这个叫咩啊？什么东西呢？啊，谢谢你哈，芋圆，我看到你的蛋了，谢谢你芋圆。OK， 呢个咧啊，我们。华语呢我们叫做法式马卡龙。什么是法式马卡龙呢？如果你真的吃过这个东西的话，有谁吃过这个东西吗？有没有朋友吃过这样东西的？这样东西好不好吃？甜不甜？为什么甜呢？它本身呢里面已经很多糖了的了。那些五颜六色那些是不是天然的颜色来的？是不是？其实不是啊，而且加了很多这个人造的色素。是啦，加了这个人造的色素咗嘅 ，OK。咁边点解我唔问你有冇食过呢样嘢咧？因为呢个系法国嘅特产嚟嘅。你食过真系咩意思咧？即系已经去过法国咗噶啦。我食到咁大，我都未去过法国。OK， 所以你食过咗之后咧，你去过法国，恭喜你先啦，好唔好？咁呢样嘢我相信咧，唔使去到咁远嘅，呢度都食到噶啦。食饼咋嘛，使乜去咁远呢？嚟咁呢样嘢想我俾你知，佢入面就有好多个人造嘅色素咗嘅。所以我哋食好多呢个添加剂呢，就刚才我们所讲啦，你吃很多这些不是天然的东西，人造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呢，我们的肝脏就需要这个奶剂它帮我们排毒的。OK， 嗱依家呢就九点半咗㗎啦。其实呢差唔多都讲晒咗嘅。如果你依家未走嘅话呢，咁我就恭喜你先。凯燕你又想点啊？奇怪啦，今晚凯燕搞乜嘢呢？有嘢想讲但係讲唔出，有回音。凯燕有乜嘢你私底下打俾我啦，你首先熄咗你个咪先好冇。点解呢？因为呢张相呢应该係我哋讲咁多张相入面呢最紧要嘅一张。这张照片呢是全部的照片里面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老弟。OK， 那这张照片呢就是这样多张照片里面呢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如果你头先你没听到前面的嘢没相干，这张是最紧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张嘢呢我们说你是终身受保的。
即系你会学到好多嘢。头先你 miss 咗冇紧要，呢张你千祈唔好 miss， 因为你嚟呢度听咧，我觉得讲咁多嘢啦，呢张我要讲嘅嘢咧系最重要嘅。点解咧？你睇呢张相，佢写住护肝帮助消化，好简单。你看的时候呢，护肝帮助消化，听起来是很普通的。其实这张照片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要告诉大家的，因为呢，很多朋友呢。睡眠品质不好应该怎么吃？我建议奶昔呢，你可以早两粒晚两粒，不然呢你就加那个Noni Juice。你有听过 Noni Juice 吗？那个叫 Loli 果啊，Loli 果呢里面它有这个成分，我忘记什么成分了。Elvin 记得的，Elvin 你把回答键 key 一下可以吗？什么技术了？我忘记了。因为最近记太多东西了。Noni Juice 里面有一种营养成分是可以帮助睡觉的。我有人个听东到西，吗？有有有，melatonin 褪黑激素，对，谢谢你，谢谢你，对失了，眠的你问我了，放心。我们有一位专家叫 Elvin 啊，刚才你有听到他闪亮的声音吗？希望下一次他可以帮我们讲多一点失眠的一些课题给大家知道，因为相信这个我很多顾客、很多朋友他们吃了这个 Dynato 叫 Noni 果汁吧，它就是有这个褪黑激素。melatonin 它可以帮助睡眠，你可以试试看 Jinky 可以的，早上六粒，晚上六粒没问题，也是可以。如果变成你吃了 Noni 就是没有改善的话呢，私底下我介绍你吃另外一种。现在你给我先讲完我的课先，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头先如果你 miss 咗好多嘢，你前面冇听到咧，呢张就好紧要啦，因为呢张咧可以话系咁，我做咁多功课入边啊，呢张咧系学到最多嘢嘅，因为好多朋友问我嘅，阿 Jim 啊。我次次听你讲，奶鸡奶鸡食奶鸡系补肝噶嘛，佢唔系补奶噶嘛。咁我哋话奶鸡佢系帮你排毒噶嘛。咁我哋经常讲肝讲肝，你好似从来冇讲过胆噶。咁到底肝同埋胆边个紧要啲？我哋话如果你有听嗰句说话，我哋讲咩肝胆相照。肝胆相照咧就形容两兄弟嘅。打死不离亲兄弟嘅，系冇咗边个都唔得，边个死先都唔掂噶吓。为什么我们讲说胆很重要呢？通常我们问人家胆是做什么的，很多朋友不知道。如果问你肝做什么的，排毒咯。刚才我讲了的，肝脏它帮你排毒，它帮你制造蛋白质，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功效的，它帮我们分泌胆汁。听清楚哈，胆它不是分泌胆汁的。肝脏是分泌胆汁的，那么胆不是分泌胆汁，胆汁做什么呢？胆呢是帮我们收胆汁在我们的胆囊里面，然后胆汁呢，它有好跟不好的，明白了意思吗？不好的胆汁呢，它会把它将垃圾送出去，所以胆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最大的代谢器官，肝脏是排第一，胆是排第二，然后胆脏把好的胆汁呢。送去我们的肠胃，因为胆汁呢就是帮我们呢促进我们的肠胃消化的，明白了意思吗？所以当你的肝有问题的时候呢，你的胆就有问题了。为什么？你想看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的肝有事情，你喝酒喝很多，很本来抽烟，肝有问题，肝如果不能分泌胆汁的话，胆会怎样？胆会怎样？如果我哋嘅胆啊，佢唔可以分泌嗰啲胆汁嘅话呢，我哋嘅胆会点样呢？假如今日你嘅肝有问题咗啦，但系你平时你唔中意食菜嘅，你一味食肉、食叻沙、食酸辣嘢，嗰啲全部都系油嚟噶嘛。嗰啲胆固醇同埋嗰啲胆红素啊，佢会积喺我哋嘅胆入边，积耐咗咧，胆就会生石，明白意思吗？如果你的胆固醇跟胆红素累积在你胆里面呢，你会胆生石，广东话叫做胆生石，讲明先吓。系胆生石，唔系胆生毛啊！胆生毛唔会死，胆生石可能会死。讲笑啫，胆生石唔会死，系死唔晒啫。有啲人冇胆咧，佢都唔死得嘅。你明白意思吗？因为当你胆有问题呢，你不会有生命危险的。然后以下这个呢，就是真人真事了。我顺便要分享给大家知道。哇，9:07，我要讲快一点了。OK，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是女性朋友来的，看一下先，看我老婆有没有在线。我老婆没有在，我才跟你讲。如果被我老婆知，
出边有个女人，诶，唔系出边有个女人，出边有个异性朋友啊，有倾偈佢就唔开心咗噶啦。OK，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异性的，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个胆的问题呢？因为他一直以来他都有这个问题的，就是每当他吃饱了过后呢，他肚子会不舒服的，他一直觉得肚子很痛，尤其是在吃饱了过后。然后我就问他，你没有去看医生吗？他说我看了，我去专科，我去 clinic。我去政府的看了，每次照我的胃呀、啊，我去照那个 scope 啊，他去照那个佢照镜啊，胃照镜，胃冇事喎、哦。但系每次一食饱咗之后咧，我啲肚就揦住痛到好辛苦嘅。咁我就问佢，咁又唔得喎，你要睇多几个医生睇中医啦。结果他换了中医，他看了西医也不能好。结果有一天的时候哦，好像痛到要进那个 ICU 这样。结果呢，来不及了，他就。去附近的那个全科，因为 clinic 呢有普通科跟全科的，全科一样可以照 X-ray 的。他就跟医生讲了：“医生，我照胃照很多次了，但是每次吃饱肚子很痛，我不知道做什么。这次呢真的痛到肚子要肿样。”结果医生就特地不要照胃，帮他照他的胆。结果照了，发生什么事呢？他的胆的形状呢跟别人不一样，你明白的意思吗？所以医生就写一封信，建议他去看那个肠胃的专科。应该是那个医生的好朋友啦，比较熟的，比较厉害看肠胃的。去了过后呢，原来那个帮他看的医生呢，做一个全身比较详细的检查，他的胆的形状已经变了，胆呢也不能用了，胆要切掉。切掉了过后有生命危险吗？其实没有生命危险，他一样可以吃东西，但是呢，他不可以吃太多肉，他不可以吃太油腻的东西。所以我们讲说，肝有问题的人呢，尽量油的东西不要吃这样多啊，脂肪。高热量的东西不要吃这样多，所以他就开始吃什么呢？吃蔬菜，吃菜多，肉吃一点点哦。然后我就问他，哎，你不吃肉，你没有营养的哦。他说他不敢吃，因为开完刀过后，医生跟他讲的，如果他吃肉多，他要吃拉沙啊，吃那些啊煎炸的东西哦，他会泻肚子咯。你明白意思吗？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吃菜很重要？因为本身你吃菜的话呢，菜它会帮助我们肠胃消化的。你吃菜哦，不需要太多的胆汁帮你消化的。但是你吃肉多呢，就需要很多胆汁帮你消化，明白的是吗？因为菜里面呢有很多纤维，有很多纤维，同埋嗰啲啊，我们讲那个叫什么那个维生素，它可以帮助你肠胃消化的。所以我们讲吃菜就非常好咯，明白的是吗？就上次我们跟大家讲蓝藻也是很好，吃菜很好的。不过我顺便给大家看一张照片一下，我们讲吃菜好吃菜好，问题是现在的菜有问题吗？我哋话食菜好。问下依家嘅菜好唔好？依家咧好多嘢咧都已经有化学成分咗嘅，吓，包括有农药、有杀虫剂、有药水，所以基本上嚟讲咧，食乜嘢都已经可以话100%安全咗嘅。我哋食，我哋自己都要拣，我哋都要拣最好嘅。所以建议大家食咩咧？呢、这个奶鸡咧，如果你真系平时人比较攰嘅，你要食多啲。第一，佢可以帮你肝脏排毒。提高你嘅呢个免疫能力啊！我建议人比较攰，尤其是你经常有口臭嘅朋友嚟食，食咗之后佢帮你排毒，开始排毒嗰阵咧，佢帮你嘅肝增加呢个抗体，它帮你肝呢增强这个肝细胞嘅功能，所以吃了过后呢，你嘴巴没有这样臭，你脸没有这样黄，尤其是你皮肤会痒，皮肤生一粒一粒。有啲人咧生好多粒粒，有啲人严重到一路搲到啲皮肤开始变烂咗。你可以食呢个奶鸡，奶鸡可以慢慢改善呢个问题。OK，咁当然啦，点解佢会有咁多效果咧？因为佢入边咧，有一种草药叫做司利马林嘅。所以呢度我摆啲张相，我建议啦，如果你真系经常有好多啲蜘蛛斑，好似嗰啲蜘蛛网筛颈嘅地方。咁有啲人有嗰啲血痣，好似胎记痣、血痣一粒一粒，通常嘥手嘅地方嘅，OK 手踭嘅地方咯，手背咯、背脊咯。咁有啲咧，佢会有呢个白斑，你可以选择。我建议食咩咧？食呢、这个奶汁哦，因为它里面呢有这个西里马林，还有这个天然的草药，对我们的肝脏非常的很好。OK，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嘢，收工咗。OK，依家咧就9:08，头先咧我系8:09开始咗嘅，
不好意思，我用了大家太长时间了，我用大家太长时间了。不过我也谢谢各位有继续留在这边听我讲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大家有问题要问吗？头先我讲咗咁耐，大家有冇啲咩问题想问我？咁有啲朋友咧，佢唔好意思问嘅。咁呢度有我哋首先多谢先啦，我哋要多谢阿于生啦，多谢 Jun 啦，多谢好多朋友吓 ，Anjun 啦 ，Jane Key 啦，同埋Connie Wong 啦，好多朋友吓，尤其是有答问题有一齐参与嘅朋友 ，Maggie Yong、Mandy Lee， 非常谢谢你们。那么 Alice Liu。赖英你好，哦，开音书谢谢你 ，Kenny 谢谢你哈，俊廖谢谢你，还有很多，这太多人了，美颜啦 ，An 书啦，多谢你今日捧我上线，多谢你哈。咁大家有冇啲咩问题想问？如果冇嘅话，有个朋友想问问题，我睇下讲咩先。哦，佢唔系问问题，佢同我讲多谢喎。咁我都多谢你先吓，段祖坤，谢谢你吓。嚟，如果冇问题嘅话咧，我哋后日会有我哋另一个同事叫 Fandy， 佢会同你讲解一下做运动嘅好处，做运动的重要性，做运动要注意些什么东西，做运动对身体有什么好。那么如果你前一场你有听 Fandy 讲的话，应该是上个星期三他有讲到关于减肥的，那么我呢就在里面是其中一个主角，我是从75公斤减到65公斤，也是因为这个做运动的关系。那么如果你有一些做运动的朋友，你可以叫我们过来参与我们这一场 Fandy 的讲座，在后天的1:30。那么在这边我顺便讲一下，有谁我没有谢谢到的吗？有没有边个没多谢了的？因为上次我真的不记得多谢一个人，结果呢他就跟第二个人讲，讲什么呢？为什么他没提我的名字？我都有你，他没叫过我的名字，他没叫到我的名字。刚才见到了 Tatako， 我看到你名字了，大哥谢谢你。然后入二花谢谢你，你眼多谢你。 OK， 还有谁我没多谢，我多谢才可以走的。来，如果没有的话应该伊琳丹谢谢你，伊琳丹谢谢你来到这边哈。 OK， Mandy Lee 谢谢，哎，谢谢你美颜，谢谢。 OK， 那么走之前呢，我会在最后的一分钟播放一个影片给大家看。那么这个影片呢一分钟罢了，他会跟你讲肝脏吃奶鸡有什么好处。不过不好意思，我时间不够，我没有把它翻译成华语，他写英文，他念英文，所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到，好吗？最后呢，我就祝大家晚安，祝大家呢身心健康，现在防疫的时期记得出门戴口罩，还有呢洗手，保持卫生清洁，谢谢各位，晚安。 Milk thistle. Milk thistle is the best herb for a healthy liver. It has been us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o support liver health. Milk thistle contains the flavonoid silymarin, which is thought to be responsible for many of its beneficial effects, including liver protection and antioxidant, antiviral, and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Milk thistle contains silymarin, which is its active component, is actually a group of compounds, silibinin, solidianin, and silicristine, which work together to provide multiple health benefits. How does silymarin protect your liver? Silymarin prevents tissue scarring, and it's thought to act as a toxin blockade agent by inhibiting the binding of toxins to liver cell membrane receptors. Not only is silymarin used to treat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cute and chronic viral hepatitis, and toxin-induced liver diseases, but in experimental studies, this powerful compound has been shown to reduce liver injury caused by a number of drugs and environmental toxins. Silymarin is a good herb for treating fatty liver. Fatty liver is a result of a buildup of fat in liver cells. Usually, obesity causes fatty liver, but it may result from diabetes or high serum triglycerides, as well as alcohol abuse, rapid weight loss, and malnutrition.Thanks for 好了，各位，我们晚安，跟大家讲一声再见先，希望大家身心健康，事事顺利，拜拜，拜拜 ，Connie， 拜拜，你们走先，我这个才走哈，拜拜 ，Connie， 谢谢你们。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了，我离线了啊！再见，再见，再见，拜拜！谢谢 Alice Liu， 谢谢，拜拜。